去年好几个晚上我不能睡觉，我做了一些事情，后来发现是没有可能再恢复的。2017年过了，也就是改教运动500周年纪念的机会过了，我呼吁你们去，去你们有些人去，有说下一次我去，我说下一次请你再等500年好不好？因为改教运动500年是500年一次，再要500年就1000年以后，那已经是你好几代的孙子了。因为我这几天很忙，你每天忙，每天忙，你说这几天忙我不能去。当我13号赶回加加达的时候，14号一开始，4000多人从24个国家来，比华夫更大的会议，比华夫更多的国家远道而来。那我们请了世界最好的讲员，最大的神学教授，最重要的教会领袖，包括 Professor Lawson， 包括 Ferguson，还有包括许多很伟大的人，我不必一个一个念出来，成为4000人带着祝福带去中国大陆飞过去的500多人。为什么中国人要跑到印尼去？中国没有讲员嘛？感谢上帝，神就这样预备。现在事情过去了，2018了，也没有这样有讲的。140个城市的布道会，几十万人走到前头，60万人参加聚会已经过去了，改教运动已经过去了，4-5万人参加聚会已经过去了，有差不多1-2万人奉献转传道已经过去了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现在看都是旧事，当时注意，当时传的时候就是新事。